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现场十七岁举手。老师们都十七岁啊，哈，对对对，今天大家都十七岁哦，把手借给我，谢谢。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再一次呢，大家要投给七龙珠，对不对？呜！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。七龙珠队耶！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